恭喜王石，老当益壮。年仅67岁的地产巨头万科前掌门人王石，终于传来喜讯，被证实已经和37岁的女友钱普俊结婚了。这个令人震惊的喜讯是在10月9日美国纽约的2018年亚洲创变者颁奖典礼上宣布的。王石由于在绿色环保领域的贡献而获颁2018亚洲创变者奖项。王石携钱普俊一同出席，并在得奖感言中感谢钱普俊。Thanks my wife. 谢谢我的老婆。这场颁奖典礼，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也受邀出席。在晚宴上，王石夫人钱普俊与美国前总统克林顿、肯尼迪女儿卡罗琳·肯尼迪、苏珊·洛克菲勒英文热聊。钱普俊是演员出身，却也是一名成功的地产商人，而且在社交方面能力很高。钱普俊还出过励志书，谈到大多数有钱人并不快乐，认为有钱人快乐的人并不了解有钱人。有媒体曾报道两人已经秘密结婚，也有知情人透露王石与钱普俊早在15年底已在伦敦秘密举行婚礼。如今王石公开亲口证实钱普俊已是自己的妻子，年龄相差30岁也没能阻挡住老王的真爱。祝福老王。本文为一点号作者原创，未经授权不得转载。